这些地上都是糌粑花。相机没电池了，结果跑回去换了一块，还是没电池的，要再跑一趟。这个地方的话，就是说来旅游啊、度假啊，在这个地方钓钓鱼啊，欣赏着老挝歌曲，吃吃老挝的特色美味，确实是很不错的地方。而且这里的话，离着那个万象的车站比较近，以后这个地方肯定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餐厅，环境太好了。如果说是开花的季节来这里，光拍照都可以拍好多了。这是在搞什么？你进来啊！一脸幽闷，看一看他们在搞什么东西。到呢？你留啊。这个就是糌粑花，大红色。在这个地方就去看看风景，挺好。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荷花的。大家感觉这里怎么样？已经转一圈了，边边角角都给大家拍的，给大家分享了一下。我个人感觉这里真的是很棒，非常有老挝的特色。这个园子里面这个糌粑花有100多个品种，目前为止是整个亚洲品种最全的一个花园了。哇，这个木瓜也太漂亮了。长这么大，啊，这个地方的位置非常好，离的高铁站只有800米。现在也是受疫情影响，人相对少一点点。哦，这些地方装饰的，这个就是网红打卡点的。哦，刚才看进来就是这个地方。这里还有个地方赏花的地方，
它这个战八花要是一起开花的时候再过来看，肯定是很漂亮的。60亩的园子，哎呀，我都逛了一大圈。